起来像森巴这首歌是我跟陈一朗大哥第一次的合作。燕姑，您敢知讲这个歌名是安怎来的？陈一朗大哥讲，不然这样啦，这首歌想想吗？不然你看我阿龙阿龙啊，弄个红，不然阿霞啦，阿霞给藏起来啦，阿霞想想吗？这样人就不一样啦。因为那时候很流行阿红啊，红龙大哥啦，什么很多都是阿字辈的，因为我觉得，哇天哪，怎么那么熟啊？当时觉得好熟啊。想不到售后王瑞霞一炮而红。那时候大概唱片都可以卖几张啊？那个时候的年代。破百了，破百了，破百万。我里面有一个5万张100斤，是我们的宣传照。老板要让我们知道说你们两个卖得很好，那个意思意思。你们光呢，你比如说100万，你真的弄一个那么多吗？那只是说这是我公司给我拍的宣传照。心爱去找别人。